今天就会走这个后面的九牙岭中间那条坑，中九牙坑。现在沿着车路走回转头了，来到这个亭就是入引水道的位置了，开始落雨添，不理了，走了先算了。引水道行，今天引水道好多水下，不知道坑会不会很湿呢？来到我身后的引水道入口呢，就是中九牙坑的入口了。首先沿着这条引水道入去先，沿着条坑入来就会来到这个水闸位了。看到已经很多尸体了，看到第一个分叉位就转左，继续去。好了，来到尽头，看到这个壁，这个就是入口了。上次来没水的，今次很多水的，队友身先士卒。上完个壁就是这样了，来到第二个伏壁了，今次是有树根壁来的，应该拉着树根或者都很多搭的位置应该 OK 没问题，小心有落石啊。上到一个平位，跟着落回去了。呢啲山泥倾泻嘅塔位啊，啲石头跌咗落嚟啦，行啊行啊，前面就系枯壁廊啦，见到左边有个好直嘅岩壁，呢个枯壁廊。不过其实我哋系沿呢个斜坡上嘅，竟然有个咁大嘅潭，左手边见到有尸体啦，就喺呢条坑上啦。不过都几湿，注意安全啊，大家！喺树丫位过啦，行完一段平缓嘅地方，又要落翻去啦。拣啲石头嚟行，就唔怕啲沙线啦。又有一个连环伏位啦。而且这里有个连伏位，左边这里有一条路上，这里有个连伏位，在这边有路上，直接斩到咁上，这里又出现一伏壁了。哎呀，琴日就系中九啊啦！继续沿住间谷行啦，今日手脚并用咁行上去。
呢度有啲石睇嚟都有啲松啊，你要小心。正在佢有啲一级级手脚位，但系有啲湿滑嘅石头都要避开。见到逐渐开扬啦，即系到石河嘅底部啦。呢度上去就系虎口石河嘅底啦，嗱，开始有好多碎石啦，千祈唔好行咁近啦。嗱，睇下地下，已经有碎石啦。嗱，呢就石河嘅底部啦。嗱，有手，有落石啦，落石啦。见到啦，每一步都会行一步，行一步嘅。呢度应该好足力量先开始行呢段啦。如果唔系中间，你想唞都冇人唞啊！哇哇！哎呀，一听到落石声。好，停一停，睇下周围啦。爬埋上呢度，就系大石河区啦。呢度就系虎口石河啦。左边就系中九崖，右边东九崖。嗱，行两步，褪一步啦。两边的岩石好像两只老虎对峙咁样，哇，成幅咁喐啊！中段呢度啲大石开始稳阵啦。啲石跌落嚟嗰啲声似老虎叫，所以叫虎口石河啦。上到接近顶部咧，就开始有啲草丛啦。咁啲石头又相对稳阵，慢慢出到石河啦。跌翻有条山径，咁啊出翻九华岭啦。有边只翻嚟？呢度就係虎口石河出嚟嗰個山崖位啦，我哋轉左就會上去中九崖嶺嘅頂啦。望翻落去虎口石河幾有氣勢。為了影片不要太長，行程的上集就來到這裡了。如果大家喜歡的，希望給個讚、留言和訂閱這條頻道，記住開通知，你的支持對我來說是一個動力來的。下次見。